位嘉宾联系上了啊，今天各位网友好，今天是10月21号啊，纽约时间11:07，我们刚才用一个新的软件啊，联系分别在新泽西的一个嘉宾和在美国加州的一位嘉宾啊，请他们。哎，我还能听到一些杂音，导播，那个请嘉宾呢不要再动任何设备了，一动设备的话这个软件呢噪音非常大。好，现在声音很好了。今天我请的两位嘉宾呢都是这个律师啊，都是人权工作者，而且呢都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在中国被强迫失踪。那么最近呢有两位西方学者写了一本失踪人民共和国的书啊，这本书呢记述了中国十几位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人士的一些故事。那么这本书呢谈了些什么事情呢我请这两位专家，其中的一位专家呢还是这个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好，现在我们的导播呢把嘉宾请进来。好，第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滕彪博士他为这本书呢做了序言所以呢我请他来讲这本书。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刘世辉刘世辉吕先生呢我昨天我跟他商量用什么称呼你呢，他就说中国人权律师吧，那么我就称他为中国人权律师刘世辉律师呢因为这个茉莉花革命这个事件呢2011年就被强迫失踪了一次，然后因为709打击律师事件呢他又遭受了一次苦难滕彪博士呢也因为茉莉花革命那一波镇压被神秘失踪。这两位呢法律界人士今天呢可以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中华失踪共和国这本书。好了，滕彪博士这个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就是你给这本书来作序，你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两位作者？虽然这本书是有一个编者叫Michael Custer， 其他的是都是像刘世辉、像唐吉田、王宇等等，总共有11位人权捍卫者，那还包括了这个一个瑞典公民在中国从事多年人权工作的 Peter Darling 所以这本书严格说来是就是是十几个人共同创作完成的。那当然这个Peter Darling 和Michael Custer 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工作，从翻译、出版等等各项工作他们做的比较多。那这个 Michael Custer 和这个 Peter Darling 这个 Peter Darling 先生我好像听说过，但是这个 Michael Custer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两位先生怎么会想起来要编一本中华失踪共和国的书呢？它不叫中华失踪共和国，它叫失踪人民共和国中华失踪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今天标题。他们怎么会编一本这样的书因为我看这本书不仅有英文版，而且还有中文版他们这个我还知道他们还搞了一个专门跟踪这个中国这个监视居住强迫监视居住这个指定监视居住这么一个制度的一个网站，就是这两位外国人他怎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对，这个Peter Darling 实在他就是强迫上电视认罪，然后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前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 Michael Custer 那就更少有人知道。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外国朋友，他们默默地从事人权工作。那他们主要的是出于保护中国人权捍卫者、中国合作者的缘故，所以他们就是不露名，然后很少露面那像台湾的最近被判刑的李明哲也是一样，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做的工作。那这个Peter Darling 他是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他也曾经就是被强迫失踪受到虐待，最后被驱逐出境。那这个这本书的编者 Michael 他也差一点被抓但是
在 Peter 被抓的时候，这个 Michael 已经离开中国了。那这两位和之前和这个侯文卓曾经有过合作，那后来侯文卓的这个机构 NGO 已经没有了，那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后来又和王全璋等一些朋友成立了一个新的人权机构。那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推动这些人权工作，包括培训啊，包括这个一些草根组织的支持啊等等啊，就是这因为这些工作，所以被国安盯上，导致被失踪，那我也注意到，这本书虽然有十几个作者啊，但是呢，他在扉页上，说这本书是献给王全璋的，实际上在茉莉花，在709事件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受到这个啊，实际上是被失踪，被失踪，受酷刑。那这本书，献给王全璋，也说明王全璋的这个处境还是比较特殊的，在所有709。律师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律师，实际上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处在失踪状态的709律师。好，谢谢滕彪博士的介绍啊。这个 Mike Custer 和这个啊，他是因为幸运，否则的话他可能也被强迫失踪了啊。这个达林先生呢，我们是知道他是被迫上电视失踪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他的女朋友啊也因为这个事情啊被强迫失踪啊。他们的故事呢，在这个书中呢有一章啊，我正好也读了啊，他们两人分别写了一章，他们是怎么被强迫失踪的。那现在我来请问刘世辉律师，刘世辉律师呢，就是我看您呢在这个书中呢有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是讲您被失踪的这个故事。那您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想到，您是怎么想到，就是说就是站出来啊给大家讲讲你被失踪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我看了里面全是很悲惨的故事，你要回忆起来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所以说我想就是说，这个 Peter 达林啊， Mike Custer 他们编这本书的时候会怎么联系你啊？您是通过什么想法呀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呢？其实的话呢，在茉莉花镇压以后啊，就是在6月10几号把我放出来以后，过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个时间点的话呢，刚好就是利比亚的卡扎菲啊，首都被攻陷，然后他逃亡。那么借着这个东风，那么我就开始在网上揭黑，就是把我在这个茉莉花期间所遭受的酷刑遭遇，我就在推特上已经就是说发了若干条推特，就把在这里面遭遇我都发到推特上面去了。那么后来的话呢，又陆续的写了一些文章啊，在网上这个写一些文章。709镇压以后呢，那么像谢阳律师、屠夫，那么后来的像这个叫什么李淑云啊等其他律师的话呢，陆续披露了啊，还有像这个李和平啊，李春富、李和平。陆续披露了在这个被强迫失踪期间所遭遇的酷刑。那么作为我来说的话呢，因为在3年多以前我就已经这个遭受了这种指定居所监禁居住这种酷刑，我对于这种遭遇可以说感同身受。那么后来他们就说想这个编一本书关于这个指定居所监禁居住的，那么我刚好也是早期的受害者，也是过来人，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遭遇把它写下来。好啊，这个就是遭遇一个痛苦之后呢，慢慢的有很多人开始出来揭发这么一个痛苦的历程啊。这本书呢，我看到呢有一些人呢还是以这个匿名的方式在讲自己的故事啊，迄今还不敢完全披露自己的真实的姓名。例如说有一个四川的律师，他讲他的故事，然后这个名字呢就没有他的真实的名字是谁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呢如果熟悉他的人士呢应该知道他是谁
他讲那些故事。另外呢，这个书的编者呀，他说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还在痛苦之中，这个无法面对这样一些痛苦的故事，还有一些人呢，因为警察的恐怖恐吓仍然笼在他们笼罩了他们，因此呢他们现在还不敢出来说啊。这个谢谢两位今天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啊，因为你们两人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嗯，滕彪博士啊，我原来采访过他啊，我知道他的一些故事。所以我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就是这个啊，指定这个中国的强迫失踪这个制度啊。一般的人的印象之中呢，啊，是说强迫失踪是警察的这个胡作非为啊，违法行为。但是我读这本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在中国是一个法律规定，它是以法律名义的啊，把你消失。说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叫指定居所监视这个制度。两位呢都是搞法律的，我想问两位，就是说，这么一个制度是通过什么法律固定下来的？难道当初就没有人反抗吗？不知道这个法律的后果吗？所以我想请滕彪博士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对，首先我也想说一下这个强迫失踪和指定监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啊。强迫失踪它更广一些，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种形式的强迫失踪，比如说在国际人权界比较有名的是班禅啊，就是从6岁，从1995年一直到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被强迫失踪的状态，没有人知道他去哪，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还有这个新疆759事件之后，也有很多的这个维族人被强迫失踪，那他们的亲人看到警察把他们带走，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可能有些人已经被弄死了。那这是就是这种赤裸裸的强迫失踪，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像高志胜啊，曾经也是多次这个长期的被强迫失踪。那我们这本书里边探讨的是这个其中一种形式，而且是特殊的一种形式，就是说是以这个刑事诉讼法包装的强迫失踪。所以这个强迫失踪是一个违反人权啊，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一个东西。那有这个联合国的反强迫失踪条约，但是在这个2013年1月1号生效的这个刑事诉讼法里边，就把这个强迫失踪给法律化了，给他这个用法律包装了。那用了一个。具体的制度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所以大概那这个东西也不是2013年就有的，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里面就有啊，只不过它没有那么明确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条款是比较模糊的，而且从概念上来说，它是这个就是。没有自己的这个居所，或者找不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居所，然后给他指定一个地方去监视居住，但是在实践当中就大量的滥用。然后呢，就是茉莉花2011年2月份之后大量的使用这个强迫失踪，那有一些人被告知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然后在2012年讨论这个刑事诉讼法新版本的刑诉法的时候，一些人我记得好像是胡佳最先把它命名为这个茉莉花条款，实际上就是散落在现在的刑诉法第73条、第84条，就是所谓这个茉莉花条款，把这个强迫失踪给合法化了。好，这个刘思辉律师你好，就是我看你在这个文章啊。专门提到这个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的强迫啊，指定这个居所监视居住啊，这么一个制度的，你把它定义为一种专门为中国的良心犯定制的一个条款啊，您为什么会这样解读这个条款？其实的话呢，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刚才藤苗博士已经说了，97年刑法里面，这个修改的刑法里面有监视居住这样一个就是说刑事的强制措施，但是没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样的条款和字样。当时的话呢，是公安部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他对刑诉法的监视居住做了扩大解释。他把这个监视居住分为，当事人自己住所的这种监视居住，还有一种就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那么，茉莉花的时候，当时我被抓，然后他宣布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的时候，我还很奇怪，因为监视居住，我做律师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说已经10年了，监视居住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没听说说要另外指定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说这个公安部有规定，就是说公安部的这个扩大解释这个条款，它实际这个本身公安部的这个解释是违反上位法精神的，是一种越权的解释，但是呢，他们就以这个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对良心犯进行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茉莉花镇压在广州市就是说有超过7个人被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中律师有3个唐晶玲、刘正清，还有我本人。那么在北京呢，像这个藤彪博士、唐吉田、江天勇律师都被强制失踪。也是同一时期，实际上不管他用什么手段，本质上都是强迫失踪。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它的适用范围来讲，它只针对良心犯，其他的哪怕就是罪大恶极、杀人犯、放火的、强奸的、抢劫的，它不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它是给良心犯量身定做的。那么当时在我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那个场所，就是我换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培训中心，其实那里就是一个黑监狱，后来转到广州市公安局警察培训中心，在番禺大石，它原来是一个废弃的警察培训中心，它把它改造成一位改造成一处黑监狱，新的警察培训中心在对面。在对面那边，我听里边的这个就是看守，他们就说，他说，在我们之前关押的是法轮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关押的是法轮功学员，那个特勤他就说，法轮功对你们算已经客气了法轮功更加不客气，法轮功原来在这房间里关的是一个女法轮功学员，男看守。看守这个女的学员，一天24小时在这房间里。那么这个看守他是这样说，特勤他说对你们是已经客气了。那么作为我来说，感觉那么残酷，他们说对我已经客气我做律师10几年，没有听说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不知道滕博士听说没有，而且就是从。以后的这个法律实践来看，从2011年以后的法律实践，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专门适用于良心犯信仰群体的这样一些人士，我没有发现它用于说是罪大恶极的其他罪犯所以说呢，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是给良心犯、给信仰者量身定做的这样一种。酷刑的手段。谢谢啊，谢谢刘律师啊，这个介绍这个制度，这个制度的由来，大家刚才听到了，就是说，在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让你消失的这个制度啊。那么呢，中国刑事诉讼法73条规定的这个指定居所监视这个居住呢，是强迫失踪的一种。而且呢，是以法律的名义让你消失。这个制度呢，它的毫无人道，
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它可以不通知你的任何家属，把你关在一个神秘的地方。你们的亲人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消失了，不知道你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活着，不知道还你是活着，不知道你还是死的。而且呢，他们干这种事情是法律的名义让他这么干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制度的这个内幕里头来啊，就把人关进去以后，这些人享受的什么待遇啊？正好这两位呢，都是有这种经历的人，所以说我看了这本书啊，真的，我对这个法律名义下的罪恶，我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那个地方真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地带啊，最残酷的一个地带。你们两位啊，正好都经历，所以我想请你们讲一讲，就这个在这个期间，有不有法律，有不有人格尊严，有不有自由等等啊？先请滕彪博士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好，那在这之前，我也接着刘世辉律师的话说，我稍微有一些不同意见，就是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所，那在我做律师期间也没有遇到过啊，但是也不能说他完全是为这个量身定制，因为从这个法律条文来看，他是涉嫌这个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犯罪和这个重大贿赂犯罪啊。然后这个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所以我在这个序言里边也提到，实际上在2012年讨论这个73条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这个，这一条实际上是把这个双规扩大化。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强迫失踪有多种形式，双规应该也是一种形式，它就是这个党内的纪律，一个党内的家法。完全凌驾于这个刑诉法之上，把人抓起来，然后就是也不知道哪去了。那这个现在刑诉法这73条，实际上就是这个双规的做法，把双规给扩大化啊。所以在2013年之后，我觉得有很多这个纪检办案送，后来移送到检察院。在这个过程当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能也是经常运用的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更这个代理过这方面案件的律师了解更清楚一些。那回到小平的这个问题，在我被失踪的这前三，我先后被强迫失踪3次，那只不过第一次跟第三次的时间都非常短。那这第二次呢，总共是70天。那进去第一天，他就给你就是打一顿啊，就不让睡觉，然后这个不给吃饭，然后呢就是打各种就是打几十个耳光，就是这种羞辱性的。然后他就说你在这里边不要讲什么法律，不要再想你是律师，你是大学老师，在这什么都没有。这个他说其中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爹，你就是儿子，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所以在里边是不可能有任何程序，有任何法律，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张纸说是这个任何一个法律文书。给我一个书面的理由等等啊，完全没有。那各种这个肉体上的酷刑，这个精神上的酷刑，剥夺睡眠啊，然后这个就是戴手铐，我是连续给我戴手铐，1天24小时，戴了36天，然后就是单，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这个单独。那在就英文这个 solitary confinement，在这中文里边就是没有特别，就是对这个没有特别重视，因为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就是单独关押而已。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忍受的酷刑。我想刘世辉作为过来人也都清楚，像这种打耳光啊，这个拳打脚踢这些东西。就是挺一阵儿能过去，但是这个单独关押，他剥夺一切信息，这个剥夺一切这个对外的联系，你不能听任何东西，看任何东西，没有人跟你说话。那这种单独关押是非常非常恐怖，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一个不但是酷刑，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种酷刑。
时间长了人很容易精神崩溃，会疯掉啊。那所以在里边70天，我感觉就像几年啊，3年5年那么一样长，是非常痛苦。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强迫认罪啊，强迫写这个悔过书、保证书啊等等。那在茉莉花期间和709这些律师都有相似的经历。好，那个谢谢滕彪博士讲这个里面的一些经历啊和酷刑。那么我想请刘律师再讲讲你是在这里头经受怎么样一种惨无人道的一种酷刑。茉莉花期间呢，这个我在里面遭受的真的是苦不堪言。我在里面没有被殴打，但是他们曾经威胁过要殴打，因为我在之前4天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我是被缝针进去的。我左侧的胸肋部啊，有2个肋骨疼到当年的年底，就是2011年的年底，2012年的年初。都不敢朝左侧睡觉，也不敢大声咳嗽呀，打喷嚏都不敢。我在里面遭受的最残酷的，就连续5天5夜进在那去。个刘律师，你用手拽住你那个耳机线，你那个耳机线有摩擦的声音，对，你用手拽住它就行了，对，就可以，对，啊，这个我在里面遭受的最残酷的，就是连续5天5夜禁止睡眠，连番审讯，他是一天要分若干班。2国保1班，2国保1班，准进连轮番审讯。那么期间的话呢，夹杂威胁、恐吓、辱骂、羞辱，这种狂吼乱叫，拍桌子砸板凳。我在里面就是没有被打的，但是因为我在外面已经被打了，我是带着伤进去，已经伤痕累累，所以说那里面真的是就是人间地狱啊。我在第3天的时候，已经承受不了了。那我说要求请律师，他说你还请律师啊？你做梦去吧。茉莉花被抓的，任何人不会让你请律师，多进的请律师，你就不要有这种想法。后来我又提出来，因为这已经三四两三天时间不让睡觉了，我就说我想见检察官。后来我自己提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荒唐。因为在那个黑监狱里面，哪里有检察官呀？你在看守所，他还有所谓的住所检察官，你在那个场所是没有检察官。那么，律师也不能见，这个检察官也不可能来见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像陷入一个无底的黑洞一样，其实你就已经绝望了，而且你不知道禁止睡眠会禁止哪一天。那么他们国保就威胁。像滕博士刚才说的啊，你不要以为你什么律师，那都是狗屁，那是，你在这里你就是罪犯，你只有低头认罪，你只有老老实实的啊，服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这样一种对你的一种专政啊，你是犯罪分子，你不是，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律师什么的，他会首先就是说让你，这个羞辱你的尊严。那么后来我说这个，他们在里面曾经说，他说你在这里面已经不错了，在看守所，睡的人很多很挤啊，你这个，而且吃的不好，在这里吃的好，他说，客观的说的话呢，当时我在第一处就是黑监狱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吃的是一样的饭菜，那么他们说吃的好啊，这里你睡一张床啊，你到看守所多少人挤。多少人挤在一起？那后来到第3、4天，我受不了的时候，我说这样吧，我说我去看守所，你们愿意拘留拘留，愿意逮捕逮捕，愿意判刑判刑无所谓了。他们当时也威胁，他说整你个10年，判我10年嘛。我说那我去看守所。后来就是姓李的国保，他就冷笑了，他就说看守所你做梦去吧，那便宜你了，你就适合待在这里那看守所哪是你待的地方？就这样辱骂，这样吼叫，那我也就死了心了。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你不知道哪一天才是终点，
而且他们说死个人算什么，你不要什么什么，你病了伤了，伤算什么，病算什么，命都没了，命都没了，伤残算什么，死个人算什么，在人民民主专政啊政权面前啊，死个人算什么，我们这个政权是几千万人命换来的啊，你们几个人就想把我们政权给颠覆掉啊，你们做梦去吧。那么想去看守所也不成啊，最后就这样熬，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间啊。那么当时想也可能就这样被他们折磨死，就这样我熬了五天五夜以后，后来我就实在撑不住了，那种痛苦苦不堪言，没法用文字来表述。后来我就栽倒在床上，后来这个他让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医生啊，公安的这种御医过来给我量过血压，看过以后，而且他们耳语了以后才允许我睡觉。当我这个脱裤子的时候，我已经连续五天五夜，超过五天都是穿着鞋啊，穿着裤子，因为那时候天很冷，我记得我穿了这个棉裤啊，外裤啊，这个还有内裤，往下脱这些衣服都很艰难，因为里面还有伤口，这个还有这个纱布，当时裤都已经很艰难脱下来，等到脱下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腿已经肿到像平时两条腿，我本身很瘦弱。那么接后来就是一百多天也是，啊，轮番的这种审讯，我已经记不清审了多少次，记不清多少次，非常残酷。谢谢刘律师啊，这个刘律师的故事呢，他是在这个茉莉花革命这个期间呢，在街上被暴徒一顿痛打，突然就是一顿痛打啊，相机丢失，他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相机，他带着相机，他上街，是国宝，对，国宝指使的人殴打，对，他是在街上被国宝指使的人一顿痛打，打成了几乎、就是、相机呢，对呀、啊，相机是被国宝就是他们的人抢走，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在后来就是在那里面他们实际已经不打自招了，就这个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可以上网搜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被抓期间呢，连续五天五夜禁止睡觉啊，这个他这个抓他的一个点呢，就是美国这个领事馆啊打电话给他，要第二天来探望他，就是因为他被打嘛，然后中国政府啊，这个国宝当天晚上就把他给抓了，就关到了黑监狱去。然后呢，他的这个新婚的妻子啊，也一块被抓进去。他是个越南妻子啊，一块被抓进去，当作人质。这个新婚的妻子根本就不懂中文，被他一块抓进去啊。那个最后呢，还被迫要写一个不请律师的声明啊。这些故事在里面都有。嗯，关于这个酷刑呢，这个里面的酷刑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里面的酷刑呢、啊、这个第一大酷刑啊，我看了是应该就是不许睡觉，是吧，很多人都谈到了不许睡觉。这个谭金林呢律师呢是十天不许睡觉啊，刘世辉是五天不许睡觉啊，陈志修就是我提到的这个，这是个匿名的人士啊，陈志修，他用陈志修的名字，他是在一个月以内这个期间里头呢完全不被允许睡觉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不给你吃饭，让你饿。第三个呢就是肉体的酷刑。那么根据大家的描述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啊，肉体的酷刑啊是一瞬间的，最痛苦的是不许睡觉。所以我曾经看有一些人写，就只要你人让我睡觉，你要我认什么东西我都认了。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因为他不让睡觉嘛，他被完全摧毁啊，完全被摧毁。嗯，那么那个此外还有各种呢这个独特的酷刑惩罚，例如说这个陈志秀，他说让我赤身裸体的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国歌，把他扒光了站在那地方让他唱国歌。然后那个女律师王宇是被扒光了以后转三圈啊，转三圈然后王宇呢抗议说你们怎么这么违法，然后那个说有一个很粗野的一个家伙根本不吭声，
过一会儿带了一个人来说，给他把手铐、脚镣都给他戴上，就是给王宇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就是王宇因为抗议他们违法，他们给王宇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然后这个手铐和脚镣就一直戴在王宇的身上，一直到王宇跟他们合作，他才把他手铐和脚镣取下了其中一个部分，那这是一种酷刑。另外，这个酷刑的记载里面还提到了他们用药物，被迫服用不明的药物。还有一个呢，让你这个低头的地方呢，就是威胁你的亲人，啊，威胁你，让你要把你的老婆、把你的孩子们抓起来，然后让你跟他们合作。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个禁止披露在里面被酷刑的内容。再一个就是这个同意录像上电视认罪，就是这个他这个酷刑呢是一串的啊。那么现在来看呢，进去首先就打你、饿你、不让你睡觉、摧毁你的意志，然后在这个情况下让你答应他的一切条件。那么最终的条件呢，就是认罪啊、保密，再加上上电视认罪，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一个人呢，被强迫写一个商业计划，就是出来以后呢，你不能干这个东西了，你要去做生意去，还要审查他的商业计划，就是莫名其妙的五花八门的这个啊这一种措施啊，他也没有一个体系，他没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付这些人，所有人应该怎么办？每个人之间还是有差异的。我看这书的感觉，这个刘律师刚才说到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关在这种地方呢，他宁愿关在拘留所去。这个坐过牢的人呢，他有三层境界啊，他有三层境界。第一个境界呢，最舒服的地方是监狱，就是被判刑的人，他送到了那个正规的监狱里面去，那应该是这个失去自由的人里面最舒服的一个地方了。那么第二个呢，最惨的地方呢是什么呢？是拘留所，因为这个地方你是还没有判决，你在被审讯期间啊，这个时间呢你在拘留所。刘世辉律师刚才说，他愿意到拘留所去啊，因为这个最黑的地方就是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地方，那是第一黑的地方，所以说人们都愿意挣脱这个第一黑的地方，到第二黑的地方去，而第二黑的地方呢，愿意到第三个黑的地方去啊，是这么一种啊，这种阶梯式的一种形式。那么刘世辉律师求他们啊，把他放到了这个啊失踪的地方去。那么现在这个制度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啊，这么多人受苦受难。这么多人批评中国的这个制度，那么我想问两位律师，就是说，啊，中国政府或者国际社会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种什么反馈没有？有什么改革的希望没有？所以刚才刘律师讲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就是。在里边他们可以发明各种酷刑，刚才小平列举的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对我他是有的时候强迫我做俯卧撑，做的我都累得不行了，然后还要做然后这个强迫我固定姿势，这个很多人在这本书里边也有描写，就是从早晨到我是早晨6点到晚上12点啊，18个小时要这个坐在地上，盘腿，这个腰板挺直，面对着墙，如果你动就会，就会打你等等，那实际上就是，而且你不知道，如果是看守所，为什么看守所呢？它会更好一些，因为它一定会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时限的规定，什么时间这个要批捕，什么时间要开庭，而且这个一般也可以见到律师，而在里边是没有任何的盼头，没有你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怎么对你，你也不知道他们会关你多久，甚至是死是活都能不能活得出来都不知道。那这些酷刑，在国际上已经有所注意。那国际人权组织也是对这个有很多的报告、很多的谴责和声明啊，包括呼吁中国取消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度。在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
签署这个联合国反强迫失踪条约，所以国际上这些条约也好，人权准则也好，在中国政府就完全不当一回事。那连自己的宪法、刑诉法也不当一回事。实际上，虽然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刑事诉讼法，它是这个把强迫失踪这样一个东西给它法律化、合法化，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可怕。这个，他这个实践当中，他也是明目张胆的去违反这个刑事诉讼法。比如说这个居住，这个指定居所，那这个他在一些这个司法解释和这个就是一些政策里面，它明确规定不能是在专门关押人的这种场所。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些经历都是它都是在这种专门的黑监狱，专门关押，专门为这种折磨人，然后隔离人来设定的这个羁押场所。所以，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人权组织，对于中国在酷刑啊，在强迫失踪方面，还是非常关注。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置若罔闻，他完全不去理睬。而更能够施加压力的西方国家啊，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关注不够啊，对于中国施加的压力，非常有限。那就美国而言，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人权方面施加，给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都是远远不够的。那整体上，这西方世界，采取的类似一种绥靖政策，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强大然后呢，这个他们愿意从中国这拿取好处，跟中国做生意等等，而这个不愿意去在人权，批评中国，不愿意，在中国去就是施加他们的影响力，让中国更快的走向民主跟法治。刘律师，你认为这个在当下的中国啊，这个领导啊，强调这个啊法治，啊强调这个啊新时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呢，这个制度呢有不有可能被修改，有不有可能有点进步呢？不可能，不可能，嗯。对，所谓新时代，那都是新瓶装旧酒，而且更加黑暗。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们共产党政权就是从茉莉花镇压之中尝到了甜头。2011年的事情，茉莉花镇压，那么在2012年修改刑诉法，就把这个公安部部门规章里面的这种扩大解释固定到刑事诉讼法里面去，他们的意图。就是用于，镇压特定类型的这种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危害国家安全呢，那么这里面主要就是两类，一类是这个良心犯啊，信仰者，还有一类是所谓的恐怖犯罪活动。那么恐怖犯罪活动无非就是针对什么新疆呀、西藏呀等等的这种，就是主张分离或者独立的这种运动的这些人士，还有一类是就是这个贪污贿赂群体，贪污贿赂这个就是他们也适用过，但是呢，就是说外界知道的不多那么中国政府的话呢，他们仰赖于这样一种酷刑手段，他们不会去修改，因为它是用于特定用于，就是说，良心犯呀，或者说是所谓的恐怖活动犯罪呀，他用这种手段来镇压、来蛰伏、来这个来对待这些人士的。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手段，这是他们的宝贝，是他们的秘籍，他们不会修改的。国际社会来说，其实的话呢，从茉莉花镇压那个时候开始，外界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残酷。也知道它的非法性。中国的话呢，也是，据我所知，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也是禁止强迫失踪的签约国。
但是呢，这样一个条款居然就能够啊，这样一个明显违反宪法、违反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违反反酷刑公约的这样一个条款，居然就可以大行其道，把它修改到法律里面去，让酷刑合法化，黑社会做法合法化，黑帮手段合法化。所以说，这正是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那么既然有这样的目的，他是不可能去修改这个法律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好啊，这个中国啊，在全世界发明了几个术语啊，劳改，啊，英文，现在这个劳教，这也是中国发明的啊，也成了英文了。那现在呢，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啊，它有一个简写叫 RSDL 啊，这四个字。RSDL， 刚才我们的网站上啊，就是说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跟踪网站，我们把这个打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本书的作者就是迈克卡斯特和这个皮特达林，他们的这些人呢建立的这么一个网站，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监视跟踪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网站，它有中文有英文啊，它这本书呢也有中文也有英文，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啊，就是说只有在这样一个外国的地方呢，它才会出现这样一个观察监督中国监视居住这个居住制度这么一个网站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刚才滕彪博士谈到，就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他唯一有能力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地方呢，他因为搞绥靖主义，因此呢现在国际压力对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压力已经不存在了。另外呢，刘律师也谈到，就是在当下的中国啊，这个制度不可能被改变啊，他们而且会看着还会大肆的使用这个制度，啊，对付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谈到，既然我们国际国内都解决不了问题，就剩下一个时候就是一个自保的问题了。而自保呢这个问题呢，是我读这本书一个感受，就是很多的这个受害人啊，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人啊，都提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自保，他们提到很多很多很好的一些建议啊。所以说呢，我首先想问两位，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啊要再次被强迫失踪，你们有什么建议跟这些中国的律师啊，给这些人权活动者呀，给一些这个经常的对制度的批评者啊，你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以防备有将来某一天要到来的强迫失踪。就是刚才就纠正一下刘律师刚才说的这个，中国他并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这个联合国反强迫失踪条约，但是他的确是比较早的签署和批准了反酷刑条约。那如果落实这个反酷刑公约的话，就是 CAT， 那这个很多很多问题也都能解决。问题就在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司法体制下，这个酷刑它是没有办法减少的，它这个必须要用酷刑，而且用株连家属等等这些各种比这个直接酷刑更可怕的方式去对付这些异议人士、这些维权人士。那要说到如何自保，我倒没有太多的这个经验啊，在里边感觉就是任人宰割，你没法平衡。你如果是完全的这个就是低头认罪，完全的这个屈服，也不一定能够换来好的这个待遇。那当然即使能够待遇改善一点，那你的这个尊严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他们用家人来威胁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选择。你有的时候你要被迫就答应要放弃人权工作，为了换得家人的安全，有的被迫就是答应上电视认罪等等等等。非常难的。当然有一些小的这个技巧，对话的技巧，回答问题的一些策略，但是如果这些看守这些所谓的执法者，他们非常野蛮，他们执意要实施酷刑的话，那没有任何好的办法。但的确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技巧，一些办法去
尽量避免和减少给其他人带来的这个伤害。这个我在这本书里边也好多人也都提到了，他们这也是做出非常痛苦的选择。有一些就是我只交代这些公开的代理的案件，我公开的言论啊，那有可能给造成其他人被抓、其他人被定罪的这些东西，就尽量不讲啊，尽量不说。那就是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技巧、一些策略，这个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案件，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策略。那顺便也提取，就是说，这些东西到被抓的时候再去想，那可能都晚了。比如说，邮箱要安全认证啊，或者是及时清除一些邮件、一些信息啊、一些聊天记录啊，那这些都要在平时做人权工作的时候，都要注意。等到被抓那一刻，就都晚了。对啊，刘律师，你看您的一些什么建议呢？我觉得藤苗博士后面这个建议很有用，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当时，茉莉花镇压我是第一次被抓，那么后来又经历了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当然说是行政拘留是最舒服的，刑事拘留很残酷，但是相比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经算是一种享受了。那么我当时的话呢，就没有任何准备，当时我的这个电脑。手机啊，这个包括股票及 U 盘啊、书籍、案卷，都被抄了很多。当时这个我电脑里面就有，比如说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合影的照片，所以这也是一个教训，就是说你平时的这个电脑、手机啊，你的 U 盘这个硬盘，要使它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就是这个信息安全很重要，因为它在关押你这。可能最长6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会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你的信息，获取你的口供。对于口供而言，那我觉得一个原则的话呢，就是少说为佳，这个尽可能不牵涉他人。如果不得不谈及他人的情况下，那么还是要，就是说本着良心，就是说这个本着一个良心原则吧，尽可能不伤害他人，这是我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这个建议的话呢，真的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建议、任何的经验，在当你这个大难临头，到了这样一种权力黑洞的这样一种场所的时候，都会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说让别人说你就是要做这个英雄啊，你说你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招，这个违反自由主义原则。那么，如果说让别人说啊，你什么都和盘托出，那么这也是有害的，而且的话呢，对自己也未必是有利的，更主要的是让你尊严扫地，让你自己人格羞辱会让你难以承受，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建议很难提，那么只能说是从平时啊，这个从自己的这个通信安全、信息安全啊，这个数据安全这个角度多用功啊。那么在茉莉花镇压以后，我的数据安全方面我做了很多功夫，比如说用这种这个加密的聊天软件啊，WhatsApp 啊，电报呀，还有 Signal 之类的这种聊天软件，邮箱要用安全邮箱，Gmail 或者是 Toonot 啊这个邮箱，尽可能不用中国的软件啊，中国的软件经争取无论电脑也好，手机也好，一款也不用，全用境外的软件，安全软件。而且呢，数据要做好这种，它有很多手段，比如说这个放到一种加密的一个，加密的一种地方啊，数据安全，可以保存的云空间等等，这都是一种安全的手段。谢谢，谢谢刘律对，师。我这个稍微补充几点啊，简短。一个呢就是做人权工作的要提前找好律师，提前写好委托书啊，要多写几份，防止你的这个律师或者律师的律师也都一块儿被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实在无法回避要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把一些事情推给那些推给就是在国外不回中国的
那些人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半开玩笑的跟我的一些朋友说，那你们这被就我14年离开中国之后，我说你们再出什么事儿被抓，你就可以推到我头上等等，这也就是也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就是要平时也要练习，如何一个人独处，就是类似坐禅一样，就是在里边你没有任何东西可听可看，你说话什么什么都没有，一切信息都没有。那如果是练过禅修啊这种类似这种东西，那这就是在里边就会更容易就更好过一些。否则的话就是就是更容易在精神上无法承受。另外一点呢就是可以把这个过程一定要，我建议所有有过类似经验，包括各种被酷刑啊被失踪这些经验，有这些经历的人都要把它写出来，哪怕你害怕被报复，用匿名写也好，哪怕你用匿名写也不敢公布的话，那也要把它写出来，将来有条件再公布。如果你不及时写的话，忘了，那就是说这个本身，第一是对自己的一种治疗，第二也是把这些作恶者公布于天下，对他们来说。这一份记录，记载他们罪恶的一个记录，也是，我们可以做的，好，谢谢这个滕彪博士和刘律师刚才谈到的一些，就是说啊，没有办法一下的情况啊，自救措施，啊，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部分信息，因为啊，没办法根除这个制度嘛，那么你这个被消失，又随时可以面临，所以说你要做这种准备，我呢，在这个读这个书的时候呢，啊，我也发现很多人。有一些建议，核心就集中在这个数据安全和社交媒体交往的这个安全。那么就有的人提到，就是我现在知道了，应该定期消除邮件，不要让警察轻易的获取可能使他人面临危险的证据或者信息啊。这是一个被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提供的消息啊，提供的建议。这个达林呢，他说基本上。公安和国安啊，可以恢复很久以前删除的文档和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这个书的编者之一达林先生啊，他说他是公安和国保啊，他能够把你已经在电脑里头删除的文件那些东西，他也能恢复。他说这个有一个过程，他写他的故事就是说，这些公安和这些国安呢，过2天来一次，干嘛呢？就是从他的电脑里头恢复的数据，又来问他。过2天又来一次，就是这些人他们在不断的在恢复他电脑中被删除的一些数据，然后找他来核实。他说轻信的是，就是这些数据都不是很重要的。因此，如果你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我想呢，你应该找专门的专家咨询如何删除啊。这是达林先生，对，这是达林先生提供的很有价值的一个建议。然后呢，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删除聊天软件啊，一定要在这个聊天软件一定要删除，他们可以看到上传的所有的消息和聊天群组记录。然后这个人建议说，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应该设置自动销毁的或者定期删除聊天记录，以免把别人卷进麻烦中。啊，就这家，就这些人以自己的痛苦、肉体啊、精神的经历给大家提供这些教训。每一个字都有超越黄金般的价值，就是因为这个强迫失踪真的有可能面临每一个人，所以说你们做这些准备是必要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打个广告，就是这本书呢，它有免费的中文版啊，在 RSDL 的 Monitor 这个网站上，所以我们的导播都可以把它打给大家看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下载啊，不是这个网，不是这一个。啊，这有一个，它有一个免费的下载网址，对，就是在这个你到这个网站上去，它有个免费的下载的连接，啊，是个 PDF 的版本，你可以读这本书。这本书呢，啊，有完整的中文版，它是免费的。另外呢，英文的读者呢，可以去看那个亚马逊上有卖英文的这个书，啊，这个
这个书，你呢如果想支持他们的话呢，你可以买一本这样的英文的书啊，就是这个感谢他们啊记载这个故事，感谢两位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中文版也有卖的，就是实体书，就是可以电子版可以免费下载的，但是如果有人想买书的话，中文版也是有这个印刷版的，好好在好，亚马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藤彪博士，啊，刘世辉律师，今天呢接受我们民进伙伴的采访啊，谈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啊，这个制度呢是中国法律名义下的啊强迫失踪制度的之一啊，他们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讲了这个制度呢来源啊争论，以及将来可能去向。以及今天呢，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就是说呢，当这种东西、这种灾难你无法消除的时候，你如何自保的一些建议和措施。感谢，再次感谢两位，感谢各位嘉宾的收看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再见。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明镜电视的西方观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寻，今天呢，这个节目由我来主持，另外我的两个搭档胡江秀女士和朱乐平女士呢，今天是轮休啊，他们俩是又到轮休了。好，今天是我们的西方观察节目的第28期，也恰恰是我们迎来这个第一个圣诞节啊，那么。这次我们做的这个节目就是圣诞节的专辑。我今天呢特别请到了这个冯伟牧师，冯牧师您好。张弟兄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啊，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西方观察节目。那肯定请您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聊圣诞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冯牧师的情况哈。冯伟牧师呢，他是这个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和经济学系。毕业的，获得学士学位，到了美国以后呢，先在宾州州立大学学习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专业，然后呢，他又这个在98年的时候呢，就是蒙这个上帝的恩召啊，做了全职侍奉，所以呢，就转到了 Mid America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这个学习，获得道学硕士，学习神学或道学硕士。2001年至今啊，哎呀，这已经有16年了哈，在这个纽约州的 Rochester 华人胜利浸信会教会做主任牧师，而且呢，冯牧师是中国基督徒生命团契和生命季刊多年的董事，以及呢海外校园和举目杂志特约的编委，冯牧师也是到我们教会来做过讲座。他在这个中美多个神学院啊、圣经学校担任讲员和客座教授，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很在北美的基督徒基本都知道冯牧师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呢，我请冯牧师来，主要是谈谈圣诞，啊，哎，冯牧师啊，您这个你们教会这个圣诞节有什么活动啊？我们圣诞节很热闹啊，今年这个圣诞节很特别，就 Christmas Eve 这个平安夜是在礼拜天。所以礼拜天上午我们还是照常有聚会，然后晚上呢是教会每年的传统，都有这个圣诞夜烛光的敬拜，我们也叫圣诞夜烛光晚会，实际上就是一台的这个敬拜，但是节目很丰富，有小朋友青少年有这个圣诞的特别的诗班，我们有这个一些音乐学，我们本地有音乐学院，那么这些专业的人才他们也会有这个圣诞的。圣诗的这个献诗啊，演奏献诗，哇，太好了！那个这次反正每年圣诞都是我原来在那个浸信会的时候也是圣诞的那个那一天呢，我们都有庆祝。我们这边现在在这边华人教会呢，就比较提前一些，因为圣诞节大家好像都要出去，
我们提前已经做了这个圣诞的庆祝了。哎，很好。对，冯牧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无论是从您教会里边，还是说从您接触像美国社会周边来讲，您感觉今年圣诞节和往年圣诞节有没有什么不同啊？有没有不同的感受？从教会里面来说呢，我们每年都是很热烈的庆祝圣诞节啊，教会里的聚会，弟兄姊妹啊也很热情，常常打开自己的家，邀请朋友们来哈、啊，一些圣诞的这个聚会啊，感恩等等。那这个社会上面呢，确实还真是有一点不同，那、有一点不同。什么样的不同？昨天晚上啊，哎，什么不同？昨天晚上我去参加我女儿学校的一个这个 conference。最近这几天是连着啊，不同几个孩子就不同的这个时间学校的 conference 啊。那我女儿这个高中上高中那个女儿，她的这个学校的 conference 啊，是个音乐会哈、啊。最后的他们的这个合唱团这几首歌是让我很震惊的，因为他们是上的是公立的学校，这个公立的学校你知道，这些年是相当的政治正确，而且非常敏感。哎，非常敏感。以前叫做早年这个 Christmas 啊，圣诞的这种音乐会，现在都改了，叫 Winter Conference。今年呢也还是叫 Winter Conference 啊，冬季庆祝活动。哎，对，冬季音乐会。不过呢，这个有一首歌我是好多年没有听到了，上一次还是我女儿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啊，你想这都多少年了啊？小学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平安夜。哦，这连着很多年。Silent Night、连着很多年这个 Winter Conference 圣诞的这个 Conference 听不到、这个平安夜了，能够听到这个 Hanukkah 的歌，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光节啊，能够听到这个非洲的这个一个什么节日的这个歌曲、对，但是这一次听到平安夜了、而且唱得非常的好，全场都很震撼。还有不单是听到平安夜，我给你放一段这个我等一下放一段这个视频，我录下来了啊。哇，太好了。有几首歌，还有一首歌什么叫 Witness 啊，就 Who Want to be a Witness for My Lord。 这首歌是1986年美国一个作者写的一首的灵歌啊，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尼哥底姆见耶稣啊，问耶稣我要怎么能够啊重生。耶稣就说呢，你要重生啊，你要有智慧 ，be wise, repent, believe, and be baptized， 这些歌词都唱出来了啊！你要悔改，你要相信啊，你要受洗啊，等等等等。最后一首是什么呢？我给你放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个《哈利路亚》，就《韩德尔米赛亚》里面最有名的《哈利路亚》。亨德尔的，对。哎，很多的这个家长也上去一起唱，然后哦，全场起立，很棒。非常棒啊！唱得很棒，唱得很棒，而且全场起立，全场起立，到最后大家一起是鼓掌欢呼啊！这个简直是太大的变化了，因为这个我来到美国以后啊，这个信了这个主以后，就感到说，反而当时在中国好像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外教啊，唱圣诞歌啊，好像很自由，到了美国反而倒是在学校里边，大家不敢唱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近两年就是说都不敢说 Merry Christmas， 都不敢说圣诞快乐了。对，到了今年，我在现在我们芝加哥郊区这边哈，看着到处都圣诞快乐，哎呀，我真的心里边这感觉真的今年完全不一样。是呀、所以看来这不是单单只是我一个人，我这个当然我这个 sample 比较小，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起有这个感受哈，现在。讲圣诞节，我到这个商店里面去啊，到邮局啊等等啊，跟人家讲这个 Merry Christmas， 大家都很高兴
啊，非常高兴，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圣诞快乐不一定要基督徒才说，我待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问题哈，但是呢，现在我感到就是说，前几天我看路透社有一篇文章啊，他讲说川普总统啊，他是从就是说生活的所有方面，from all aspects of life，big and small 啊，无论是大事小事，都在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想这个圣诞快乐，大家能够直接呼出来，实际是美国重拾传统，让美国再次伟大重要的一步。您觉得吗，冯牧师？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治家呀，这个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的这个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相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很深很大的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像每年选举会能看到，有一部分人当然他是这种坚定的所谓就是说左派、自由派，另一番一些人就是这个比较右啊、保守的，相当多人是在中间。也就是说，它在一个 tipping point，可能一点点影响就会影响它，就往那边偏；一点点影响又往往这这边，边偏。对，又往这边，是这样。对，那这个国家领导人他是有一个这个榜样性的作用的啊。所以，如果国家领导人公开的讲出来啊，圣诞快乐啊，来这个在他的圣诞的贺卡贺词当中啊，不是把圣诞摆在一个这个次要的地位的话，那这个对整个国家是很大影响。对，还有在这个第一夫人居住的啊，当然是川普和第一总统和第一夫人居住的白宫里边，他们整个的装饰也完全不一样，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经典的圣诞的装饰，这个也是给这个我觉得给美国人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可以说。做一个对比来说，当然有人说这个前任奥巴马总统是伊斯兰教徒，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至啊，对，少在网上这个你能没够有证看据，到，你能看到他把这个伊斯兰教徒请到白宫里面哈。这个什么开斋节啊等等，在那里来公开的来唱这个伊斯兰教的歌曲，来祷告啊，上百人，这个网上都有这个，这个视频。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他是讲说这个是很清楚的哈，这个国家的传统我们是要尊重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不一样。不管说奥巴马总统他信仰什么。我们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说的是伊斯兰教徒穆斯林，但是呢，他对美国传统信仰，所做的这种，我可以直接说压制，甚至是打压，这很明显的，那个，甚至他在这个就是他的执政这8年呢，美国这个社会整个对传统信仰的这个态度上也有很大的转变，我也看过这方面很多的数据，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像今年，川普总统当选，川普当选总统所带来这一系列变化，真的让我非常的兴奋。奥巴马总统8年，当然他作为民选的总统，这个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他是在位掌权者啊。但另一方面，就涉及到这种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你包括现在很多地方大麻合法化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赌场，是吧？啊，这个同性恋的结婚，很多的一些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滑坡，这个呢，实事求是的说啊，当然有些人不认为是道德滑坡，有人认为是解放啊，但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这么看啊！我们认为还是道德的滑坡，这个实事求是说，跟这个奥巴马总统是他是脱不了干系的。这个政治家领袖对这个信仰的影响，是很深重的。是的，所以当然有人对川普总统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他也是一个很丰富多彩的人物啊，这个我们大家也都承认。但是从他，对。从他当选上台以来，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他提名法官，还有就是，你能够看到他不是一个政客，这点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给他 credit，非常对，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是这个有什么样的 promise，他就一定要 deliver 这个 promise，就是一定要deliver，对，实现自己的诺言的，包括这个提名的大法官这个当然我们很多基督徒，即使是不喜欢他的基督徒，对他提名大法官，我想大家都是要鼓掌的这个大法官呢，Neil Gorsuch 呢，他对于美国未来。保守他过去让美国成功的传统和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是是，
另外，他对这个部分，至少现在是部分废除这个约翰逊法案，然后呢，让这个信仰自由能够在美国加强啊，等等，这些都是他做的一系列。我是这样看哈，我觉得当然川人他都是像我们熟悉圣经的呢，就是说人都是犯罪的，像大卫对吧？他自己也犯了重罪，对不对？那么拿单去直接指责他，他也是受到上帝的惩罚。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给以色列带来辉煌的一个伟人哈。那么像那个亨利八世也是一样，他结婚离婚六次啊，这个娶了六个太太，离了五次婚啊。但是呢，就是他对这种在英国他宗教信仰自由的坚持，对这个英国这个从梵蒂冈里面独立出来的这个他新教和加尔文主义的引进，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他个人的，我们当然了，您是牧师，我们说我们不是在选总统，不是选牧师，我们最重要看他的方针政策，而不是说我们要选一个美人完人，对吧？你像卡特总统呢，可能比川普总统要完美，可是他上台呢搞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听了，我当时还上大学，80年代的时候，房子贷款已经高达17%-18%的利率了，糟糕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呢，你虽然说你是道德很完美，可是你作为一个总统是不合格的。其实牧师道德也不完美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其实呢，当时奥巴马当选的时候呢，我也和弟兄姊妹说，既然他当选民选的总统，我们要尊敬他，我们也多多为他祷告。现在同样，我们也是为川普总统祷告，都是为他们祷告啊，求神来祝福他们啊，引导他们。都是一样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倒是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些以这个包容啊，以多样自居的这些的自由派的人士们啊，但很多是对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是蛮多的不满敌视，甚至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这个面对现在保守派啊，现在这个当政上来以后，他们很多表现实在看不到包容，这个是让人很遗憾啊。你看那时候奥巴马当选，我们大家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到教会，在讲台上跟大家说，我说我们现在要为这位总统祷告啊，他是总统，我们就要顺服掌权的，这是圣经里讲的。哎，现在川普总统当选了，怎么搞的这个国家这样的啊？这个很多人，我看刚才看了一个新闻，说川普的女儿到一个学校去访问，居然有的家长跑到学校把自己的孩子就拉出来啊，就这个仇恨到这个地步，人家去坐飞机啊，就要在后面去骂人家，还是川普的女儿。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精神。他还好啊，只动口没动手啊，动手的有多少啊，对不对？对，真的是你冯牧师，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太有印象了。那么川普这个奥巴马当选的第一次当选是2008年，对吧？2008年的时候呢，我是在深红的州，就是奥克拉荷马州。奥克拉荷马州有什么特点哈？我曾经以前也说过，奥巴马当选全国唯一的一个州，里边所有的 county 没有一个选他，全部选的都是他的对立面的，就是奥克拉荷马州。所以奥克拉荷马州是真的是甚至比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阿拉巴马州那个就是这个沃伊莫失利，他说他们是深红州，我说你那算什么，如果你深红我们这紫红，对吧？我就是我们都红的花紫这样一个州。那么当时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周围的朋友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在说这个奥巴马这个人不行，说他是这个简直是会给美国带来灾难，他甚至有些人认为他就是个穆斯林。但是没有一个人哪怕说到街上去喊的都没有，大家都在自己底下说，我们就是右派还是顺服权柄的。结果这次就像您说的，川普一上来到现在闹得还没完，真是就是说这个你可以看着这些假冒伪善，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哈，我记8:32讲的，就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让你们得自由。当你如果你要是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有这样你这个耶稣基督给你的价值观的时候呢，那么你有自由，那么这才是真正自由。否则的话，你高喊自由，实际上你不宽容，你是给别人自由，不是，你是给自己自由，你是不给别人自由。我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以这个圣经的真理为准啊，我想圣经的教导一定是最正确的，也是我们唯一的
啊，这个人生的指南，包括我们信仰，包括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指南。啊，所以本着圣经的真理，我们去做，顺服掌权者，为掌权者来祷告。同时，我们也相信，但最终的王是在天上啊。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又聊到圣诞节，万王之王，万主啊之主对，啊。哎，冯博士，你就顺这个聊一聊吧，讲一讲这个圣诞节的起源。这个圣诞节的起源哈，其实呢，有几种不同的这个讲法啊，有种不同的讲法，到现在到这个也没有说一个确切的一个定论啊，大家莫衷一是啊，比较一致的大概基本就认为说是这个罗马帝国啊，那么罗马帝国经过这个君士坦丁大帝这个改教，颁布米兰赦令、尼西亚会议等等。那么，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啊，那个时候呢，就面对就当时，因为他们是本来是异教嘛，啊，异教就拜这个太阳神，那么这个太阳神的生日呢，就说是在这个12月25号，那为什么是在这个12月底呢？因为这个12月22号啊，就是一般在中国大概12月20号，在美国比较多12月21号，因为差着12个小时的行时吧。差。哎，它是这个冬至，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哦。今天，哎，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四啊，实际上这个在按照北美这个东部时间来说，我们就刚刚过冬至啊，冬至就是12月21号的中午这个12点啊，11点28分，马上到12点的时候啊，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刚刚过冬至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太阳神呢，就是在当这个北欧洲的人他。纪念啊，说这个一年啊，日照最短啊，因为冬至这一天是太阳照南回归线嘛，是，就北半球是日照最短啊，黑夜最长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纪念太阳神啊，所以就定了太阳神的生日。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能拜这些的偶像，所以实际上圣诞节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 case 一个案例，就是把本来是偶像崇拜的这么一个日子，把它呢改成了。就是我们是来一种纪神圣念，的一种，对，哎，神圣的日子，纪念救主诞生，耶稣基督诞生，啊，因为他降可生是嘛，这个。对，但是这个从圣经上，特别路加福音哈，对这个耶稣的诞生也有明确的记载。我想很多我们基督徒呢，也都是根据他的这个圣经上的记载来庆祝圣诞节的，是吧？对，因为圣经里面像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哈、啊，就讲到啊，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啊，一个历史的事实啊。那么呢，当然有的人就认为，今天也有的基督徒啊，一些基督徒就认为说，耶稣降生不应该是在12月底啊，不会是那一天的。其中对，一个我也理由看。就是什么呢？啊，认为说太冷了啊，12月底冰天雪地的，怎么会野地里有牧羊人呢？所以耶稣肯定不会是降生在那一天。啊，我也有牧师的朋友，他们呢就正好正相反，他就认为说，通过这个计算，认为耶稣就是降生在12月25号啊，也有基督徒是这样的相信的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说一定不是12月25号呢，实际上你看啊，我这个还去查了一下这个伯利恒的这个天气天气，啊，哈哈，哎，对，我给你看一这下，不像，今天是什么天气呢？今天最高温已经没有了，明天最高温是73度，哇，哎，最这低个相温当于摄氏20度，56度，哎，对了，对，啊，那到这个这气温个应该到是圣诞节那50多天稍微低一点，50多度啊，度，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牧羊的，啊，15度以上的，对的，牧羊是没问题。对，到晚上也是差不多40度左右，40华氏度哈，也是40度左右啊，也是十所度以以他们上是这的种那说。种设这施。个因为太冷啊，冰天雪地，所以不可能耶稣降生。那是把这个北欧的天气放到伯利恒去了。啊，对，哎，对，但是另一方面，当然有的基督徒认为说耶稣就一定是降生在12月25号啊，有的牧者传道人也这样认为。那这个呢，我自己个人也持一点保留啊，也持一点保留。但我是这么说的，我说365分之一的可能性总是有的，就是耶稣降生在这一天啊。对，一共就365天嘛。你刚才说的这个，这是一个笑话了哈。我想到我刚刚看一个笑话，就是说美国其实在这些年呢，他那个信仰不是淡化了吗？然后福克斯电视台有一个 Fox News 有一个记者，他去问那个采访一个学生大学生，说：“哎，耶稣是在哪儿出生的
他说答不上来，说好吧，我告诉你，是在不是，他说那个，他说在哪出生的，然后那个学生说好像在欧洲吧，然后他说那个记者提醒他不对，是在伯利恒，哦，在伯利恒，你说伯利恒在哪儿吗？那个在那个 Pennsylvania，在宾夕法尼亚，我还去过那里，对，对对对，那里有个小镇叫伯利恒，是的，是的，是的，钢铁对，厂。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很搞笑。对，那个我还想起来呀，这个耶稣这个诞生，它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基督徒是相信，耶稣是这个他的妈妈，就是耶稣是神了，我们认耶稣是上帝，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诞生他的母亲呢，玛利亚呢，是由圣灵感孕，就童女生子啊，就是这个，这是这个。记载，那这一点呢，哈，我记得，很多这个外邦，就是我们说很多非基督徒呢会笑话，我记得远志明牧师啊，原来有一次给我们讲过一个，他当时在美国刚刚开始讲道，后来呢，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女记者就把他悄悄的给认识了，把他找到那个后面去说那个远志明，哎，你过来跟我说说啊，咱这下没人，就咱俩。你真相信那个童女那个就能这个未婚先孕不是什么就问那就是我根本就把耶稣生下来了你跟我说实话你相信吗？后来远志明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哎呀，我相不相信不重要，你要想想2000多年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相信他？今天世界上有20多亿人相信他。”是的，是的，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当年这个，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们的执事会的主席，他从台湾来，他是小儿科医生，讲到自己的这个见证经历哈，像这个呢是非常正常啊，就是慕道的朋友啊，不相信这个童女怀孕，我们都很理解啊，我们也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啊。那当时他就讲他跟太太去教会一段时间啊，圣经的教导什么都相信，就是童女怀孕他不能相信。我啊，就是20年以前的事情。他说我是小儿科医生啊，我知道小孩子怎么来的啊。那个童女怀孕不可能啊，不经过这个两性的这种结合，你就产生另外一个新的个体啊，那不可能啊。那后来他有一次突然想通了，他说我已经信神了呀，如果信神，那神是无所不能的，那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觉得一下想通就信了。那这对吗？哎是呀。20年以前啊，他大约差不多20年以前他讲见证。实际上在今天来说呢。从这个科学上面，因为我们教会旁边有个这个医学中心，很大医学中心，啊，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搞医学研究的。我也跟他们聊这件事情，我说今天从这个医学上，从科学上来讲，啊，不经过两性的这个结合，就产生一个新的个体，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科学技术手段已经能够达到了，啊，对就的，克隆嘛，都已经能够达到了，甚至你在它的基因的层面做一些的改动都可以的。所以呢，对人来说都是能办成的事情，对神没有难成的事啊。那今天来说，这个童女怀孕啊，如果你真心愿意相信，我觉得不应该成为一个拦阻。的。所以有时候我常在想啊，我说今天我们的人其实很幸运，因为科技已经证明了很多以前你要从常识上没法证明的事情。那你说以前的基督徒真的不容易，他们会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相信？是的，看。当然，这个耶稣降生，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个预言啊，有预言，这个预言的应验啊，实现啊，比如说像以赛亚书7章啊第14节啊，就有讲到啊，这个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啊同在的意思，就是旧约里面这已经几百年以前就预言了这件事情。今年2017年，实际上呢，就是从圣诞哈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开始算的。这个婴儿的诞生真的是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这些方面呢，我想跟冯牧师聊一聊。您觉得，就是说，哪怕咱不从这个牧师的角度，不从这个神学的角度，就是从世界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耶稣他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直到以至于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据说这个拿破仑啊，拿破仑皇帝，法国拿破仑，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当然是从这欧洲人的角度来看，
他说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君王统帅有谁呢？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还有我啊，就是这个拿破仑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建立无比强大的这个国度啊，靠着我们的这个军事实力啊，打出来很大的这个版图。他说，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一兵一卒啊，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所建立的国度。啊，那么多人甘心乐意来为他死，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耶稣基督，是所这以样的。耶稣基督那可以说就用我们国内以前的话，这个灵魂深处闹革命啊，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啊，真是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整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因此对这个社会、对历史来说，那也是就像刚才啊你提到的这个所谓公元前、公元后。我们一般讲主前主后啊，这个 BC 就是before 对，Christ，不要 Christ，对，哎对，这个 AD 就是公元后就主后嘛，就是对哎对对，这个拉丁语，Anno Domini 啊，就是这个拉丁文的就主的那个年期，所以整个我们的这个纪念现在都是以耶稣降生为分水岭，多少的这个科学家啊，帝王将相，这个也有这个统计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常常跟这个慕道的朋友讲啊，这个得诺贝尔奖的啊，这很多的科学家啊，这个一个当然就是说信神的比例啊，90%以上，这其中不是每一个都是基督徒，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是基督徒。哎呀，这其实没有基督徒就根本谈不上有科学。其实我们讲说这个基督徒的历史上的名人来讲，我至少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嘛，你像随口而来什么伽利略呀、哥白尼呀、帕斯卡呀、牛顿呐、培根呐、笛卡尔、孟德、普朗克、巴斯德，就是说可以说基督徒的，就是说科学家中的名字特别特别多，我就感觉是。是，包括这个苏联，他们很得意。这个巴甫洛夫，这是俄国的科学家嘛？巴甫洛夫，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巴甫洛夫实际上也是基督徒啊。是的，苏联是就的，不提这个了，实际上也是啊。对，对，这个牛顿，我们以前在国内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嘛，牛顿，哎呀，伟大科学家，可惜怎么样呢？晚节不保啊，到了晚年去搞迷信去了去研究啊，神研学，究神学去了。这个我们以前都是老师都是这么讲的。实际上，你倒过来看。如果没有牛顿，他对神的这样一种敬畏、敬虔的这个信仰啊，我有时候我们就聊，我说这个苹果落地成千年了，对不对啊？打了多少个脑袋？怎么打到牛顿的脑袋上？对不对？这万有引力定律就出来了，啊。其实牛顿他的这个就是说对神学的兴趣，我读他那些历史上看，他比那个科学兴趣浓厚多了。是好的。像对他来说，那个科学是他的副业，神学是他的主业。对，他的神学著作是远远超过他的这个科学著作的啊，另外是一这样。个，我感觉从一个你看哈，就在谈到我们谈到宇宙观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呢，我记得开始我在了解佛教的时候哈，我就因为我干什我像我了解这些东西，我愿意追踪溯源，对吧？找到最源头。源头，比如说你说禅宗的那个东西，它已经是后来变的。那我找好，那么佛祖啊，释迦牟尼他讲的是什么？那他讲的有几个，肯定有三个比较重要，对吧？第一就是缘起，对吧？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无缘无故就出现了世界，它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什么头，对吧？那么第二就是说呢，这个轮回，对吧？那么就这个世界是属于啊，天地玄黄。陈旧列张，日月盈仄什么的，这种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他就说这种永远的循环啊。第三个呢，讲的是涅槃，就是你超脱这种循环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做啊？要成佛。可是我在想，这个宇宙观，所以你信佛教他宇宙观的，你看释迦牟尼他是个人有罪有限啊的人，那么他就会说，我看这个世界，对吧？他看到的世界，说句实话，冬夏春秋四季循环。这白天黑天循环啊，太阳系什么循，他都甚至看着星球循环，那么看到最远看到星象也不过是个循环。可是呢，圣经讲的是什么？是讲起初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头有尾的。那我想，如果你要是不是站在宇宙之外，你看这个宇宙，你看不到它头，看不到尾，也看不到它的边界。所以说呢，
圣经给我们启示绝对不是人的启示，它一定是上帝给的，因为它是站在宇宙之外告诉你的。那这点来讲的，对这种，你看现在物理就证明了，对吧？这个比如那个 Big Bang 那个理论啊，叫那个、大爆炸，宇宙大爆炸是起始，对吧？那么呢，热寂论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最后的宇宙是死于热寂，这是它的终结，就确实证明它有始有终，并且宇宙绝对是有边界的。所以现在物理已经证明了，就是说这个圣经，那在那么早的时候，人类它有这样的东西，没有上帝的启示是不可能的。嗯，是这样子。对，其实我自己个人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先读的是在地球物理系读这个大气空间天文专业，那我们在读这个天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个人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啊。那时候我们就读这个霍金的那个《时间简史》那本书嘛。霍金对，因为读这个专业，你肯定要读这本书的啊。是，那时候就把很多原来我们在国内所接受的这种很根深蒂固的这种无神论的这个信仰，就给它冲击的是七零八碎啊。所以当时您那个时候在北大的时候就开始慕道，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解基督教，其实就是说那现在看就是与您本身学的专业有关系。有一定关系啊，而且也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像现在微信上有一个这个我们北大的一个基督徒群，这当然各个专业都有啊。其中我们专业的就这个我们叫球系啊，地球物理系，我们专业的不少的这个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校友啊，系友，这个甚至还有好几位都是做了传道人啊，做传道人。因为当你真正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是非常的渺小，极其的有限。而另一方面，那么伟大浩瀚的宇宙居然又是有边界的，又是有始有终，像您说的啊。当然我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啊一个声明，就是说从神学上来说呢，我们不敢说就是说神创造宇宙一定就是通过大爆炸啊，这个呢这个基督徒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就是我当时在慕道的过程当中，就是当这个了解这个大爆炸，到了解到这个时间是有历史，时间也是受造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非常大。那当包括霍金那本书里面，后来他自己也用到这 God 啊，神这个字嘛。对，对，其实你霍金也好，他和一千年以前的阿奎那面临的问题一样，你没有 God， 或者在两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也是一样，你没有办法解释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实际上这个中国人的宗教和西方来严格来讲，这个西方的宗教不是西方了哈。这个因为基督教信仰也是从东方产生的嘛，对对，哎，东方的，对。那么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宗教，它是比较什么呢？它是比较一种就相对来说人本的，以人为本，人本的，相对来说是一种人治的啊。就谈到刚才你也提到佛教，我们这个作为另外一种宗教，我们也很尊敬啊，要尊敬这个佛教，它对你说对这个社会的和谐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爱啊，相爱心啊这些。有好处啊，不是说没有好处，但是基本上它是一种人本的，人的智慧，像禅宗就是非常的典型啊，所以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喜欢修禅宗嘛，就带着很多那种智慧思辨在里面。对，但是同时它也一种叫什么叫自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对，这个就是靠修行。这里有一个比方，就是说试图呢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对，对，对。这和这个我们所讲，就是个基督教天，叫天启啊，叫神本啊，叫他力，这个是正好是不同的。对，这个我感觉佛教的另外一个局限，这至少是我个人的观点吧，就是说它缺乏真理性，特别是这个禅宗以后，禅宗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思就是我们叫的什么诡辩术在里边，比如说这佛教讲什么打击风哈、啊，就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和尚，说这个有一个人去拜佛去，那和尚看他没有钱，对他不非常冷淡，他说你这个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尊敬啊？那么这个和尚就说这个尊敬就是不尊敬，不尊敬就是尊敬，结果那个人上来就打那和尚一下子。那和尚说：“你怎么打我？”他说：“打就是不打，不打就是打。”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思辨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就陷入一个，因为他没有一个绝对真理性，所以大家就是说呢，就陷入了一个诡辩之中了。是，所以弄不好自己还绕进去了。哎，把自己绕进去了。对，那么实际上，
刚才咱们讲到科学啊，你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艺术、文学、医学，就说基督教给现在带来的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在各方面就不是说某一方面，而是每一方面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进步，并且呢是非常全面的。举个例子的话，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唱歌五音不全，对吧？中国人只知道五个音，但是呢只有基督教带来了12个音，对吧？在音乐方面，就是他能够这么全面带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就是我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就是说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这个你们必晓得真理，就是耶稣跟他门徒说，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就会晓得真理，而这个真理呢也给我们得自由。我的理解，冯老师不知道对不对哈，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什么呢，你从神，就刚才您讲的天，从上天来的启示，这种启示给我们带来真理，这个真理是全面性的，它会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带来真理。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真理你只有是向往自由的人才能得到。像中国传统上说叫什么，这个学得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我想你得不到真理。嗯，是这样。你看这个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哈，改革开放，那么那时候就派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啊，留学，对吧？啊，那么那时候讲叫把这个被四人帮夺去的这个大学生再夺回来，是吧？对对对对对。你看那时候这些出国留学访学的，除非你是学语言啊，那小语种，你可能到阿拉伯国家哈、啊，你到非洲，到等等哪里去？对对对、啊。如果你是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你看他们去的都是哪里？直到今天，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都是，对不对？都是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国家，欧洲啊，北美，甚至包括日本啊，包括日本也是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都是到这样的国家去。这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个不是巧合，对，是这样的。这个，而且这个，这些我特别是我还这些年呢，我还特别用心的比较了一下美国和欧洲，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在18世纪欧洲进行非常理性主义占上方做启蒙运动的时候。美国在做 Great Awakening， 你们当时 Rochester 所在地是一个中心吧？对 对, 对，你想到这个，是的，是的。对对对，那么就是说，实际你会发现，接下来百年以后，世界文明、科技各方面中心就离开欧洲，来到美国了。而在欧洲之前，对不对？我们说这文明中心在比如说在这个欧洲黑暗的时候，当时文明中心在地中海东岸，对吧？在这个近东地区，穆斯林把它占领以后，那么基督教中心转移到欧洲，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中心也转移到欧洲，它一直在往西移，而且随着信仰中心，那人类的文明中心在这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嗯，是这样子呀。就您刚才提到我们本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叫 Rochester 啊，纽约上州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当年确实就是在西方这个是启蒙运动，这个到这个进化论，到产业革命，很多这些新的思潮不断的出来啊，冲击人的思想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第二次的这个 Great Awakening 大复兴就是 Charles Finney 嘛，芬尼这个大复兴就是从我们本地开始啊。我看了一些我们本地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芬尼大复兴到他鼎盛的时候，就是这个警察是没有事情做的啊，监狱都空了，对了，监狱都空了，都悔改了，然后呢这个酒馆呢都倒闭了啊，都没人去喝酒了，酒馆都倒闭了，就到这样一个地步。你想这个神能不祝福吗？因为圣经里神有这样的应许，就是那亲近我的，我就必亲近他。所以当我们人来寻求神，来亲近神的时候，神也亲近我们，他也祝福我们。我相信这个西方的文明，您提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像当年欧洲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现在呢已经没落了，而且没落得很厉害，对吧？教堂空了。对，我们到法国去看的都是这个教堂收费，还让你人参加去。参观去，参观属于这样，是啊，旅游景点、啊，旅游景点还好啊，有的都变成清真寺了，对，就不是叫，这是真事情。清真寺的穆斯林呢，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40岁，30多岁，20、30岁，但是去教会
的这些基督徒们呢，可能都已经80岁了，90岁了，对，这个年轻人都不信了。欧洲走下坡路呢，是跟他这个属灵的状况走下坡路是密不可分的啊。当年的上升也是因为他亲近神啊，是这神样，的祝福临到他。美国同样的啊，美国同样，美国你看当年是多么的蒙神的祝福啊，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啊，在文明上面的科技、文化，包括它的军事、政治。可是现在离神越来越远了。啊，今天我们这个城市现在也是空的教堂越来越多了，啊，犯是这罪样率的。在上升，这全美都是这样子，啊，犯罪在上升，同时呢，它在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低了，越这来是越大家低，有，是的，对的，对，所以美才国在，有川普这句话，叫让美国重新伟大，MAGA，对不对？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才这么样的吸引人，以至于能把他推上总统的这个座位上去，是。呀，真是正这样让的。美国重新伟大呢？我相信，当然这个川普总统还有很多的人也有讲到啊。有人说川普是这个三心二意，不是真心，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诛心了啊，没有办法诛心。但是呢，至少啊，他和很多的一些政治家提出来，就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啊，不能再遮遮掩掩的，不能再因为所谓这个政治正确，把这个开国的先锋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他的属灵的传统，就是他对神的这个敬畏。把这个东西，你把它再给打压下去的话，这个国家没有希望，真的没有希望。是这样的，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家也好，一个普通人也好，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信上帝、信耶稣，那么只有上帝能够评判。但是我们人可以从他的行为看出来，对吧？你的信心要由行为体现出来。亚伯拉罕他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他能够把以撒能够拿到柴堆上面去，他能够去准备给神献祭，神阻止了他，这就是信心的表现。那么我们看奥巴马这8年做了什么？那现在川普这1年做了什么？其实呢，我是相信川普他肯定有自己软弱之处，但是呢，他是敬畏上帝，那他是坚决捍卫这个上帝的这个我们说的信仰自由的。对，我们为我们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多多的祷告。是确的，实。是的，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对，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里，所以耶稣可以说把这个世界全带来全面的改善。所以我是觉得哈，全世界都应该庆祝圣诞，而不只是基督徒。您觉得呢？哦，当然了，其实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在中学，我记得哈，我们中学每年不是开这个班会嘛，到年底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同学就说这个，光是张灯结彩没意思，得有棵圣诞树啊。有几个男生跑到这个校园里面偷了一棵装在那个大木盆的那种里面的那个松树来，摆在这个教室里面。所以国内现在很多也是在这个年轻人都喜欢庆祝圣诞，但这2年好像有点收紧哈，听说这个。对，今年呢，现在已经是好像是英国、美国、欧洲、西方的大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今年尤其是严格，就是各高校都发了一个禁止庆祝圣诞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就是。不让这个学生，这个高校的学生来庆祝圣诞，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最直接原因就是太多的学生要庆祝圣诞嘛，是不是？如果只是一两个人，只是一小撮，没有那必要。就不会，没有必要的。所以最直接原因肯定是，我记得我当年还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讲课，讲着讲着他就提到一句话，我印象蛮深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人啊喜欢过西方的节日？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针对事物、纪念事物的，比如说这个中秋节，这个纪念月亮，他就打了这么一个，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人家西方的节日呢，都是对人的，圣诞节呀、母亲节啊、父亲节等等，他说对人的复活节所以呢，他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学生喜欢过西方的节日，有这么一个，但这可能是一家之言但你想想很有也有道理，道理也有道理更何况实际上西方的节日呢，它很多的节日它。面对的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面对的是，就我们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神包括你看前一段这个政治正确，前两年大家不让讲这个 Merry Christmas，他用什么代替呢？不讲圣诞快乐，用这个Happy Holiday，说节日快乐。
那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说 Happy Holidays，你就回答什么呢？Happy Holy Days。这个啊，对呀，Holiday 呀，这个节对，日啊，实际上它就是这两部分组成的嘛。对，对 Holy 就是神圣啊，对，对，对这个的，神日圣，子，这个节日节气就是圣日。西方很多节日都是一个很圣洁的一个日子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人在内心当中呢，他还是追求一种的神圣啊，追求一种圣洁，追求一种的超越啊，追求一个对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一个敬畏。那这个东西你是很难拦阻的，我觉得。但是呢，他这样，不，咱们就难不难拦阻是一回事儿哈。他这种敬拜难道不是给学生带来一些好处吗？他为什么他还要拦阻呢？这个就比较难回答了啊。当然，最根本上来说，因为你想我们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在包括国内的啊，我们的掌权者，我们也是顺服。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常常是为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啊、李强总理啊等等祷告。当然了，另一方面呢，因为它还是一个无神论啊，一个无神论的信仰，那这里呢就有点就是。这个无神论的信仰和一个对真实的一个敬畏的背后的一个征战了，我是这是样呀，看。我就是这个冯博士，咱们俩想到一起去了。其实无神论并不是无神，它后面有属灵的征战。是我就感我就感到，因为今年为什么我也比较敏感哈？因为他在高调禁止圣诞的同时呢，在高调的宣传习思想。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就是说，中国政府那边他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可以说今年是空前的。那么实际就是说，不是说哎呀，我无神，你有神，我不信你，不是。其实他们认为，我觉得是一种争夺，就是说你的脑子应该想的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你的信仰。我是这么感觉的。对，这个问题当然就涉及到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在国内，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包括很多基督徒对习近平的这个印象还是很好的啊，对你说是反腐啊，是这个打贪呐、苍蝇老虎等等这些啊，这个国家呢，应该说它的这个国家实力是在上升当中啊，这个是确实是没有争议的。这个经济方面也好，你看到国内这个高铁啊、高速公路、高楼大厦，包括现在这个高新的科技啊，这些方面，这些确实很发达、很先进。但另一方对面呢，我我们，觉你讲。得，我觉得中国很大的一个隐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心的问题啊，人性问题，就是这个道德啊、伦理。因为现在中国在说是好像是跟西方接轨，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试图把这个西方的，就是他的这个强盛的根源、繁荣的根源，就是基督教信仰，把它呢给斩断，但是呢，又想把西方的这个科技哈、把这个拿实过来，业这些东西拿过来，我觉得呢，我自己个人这可能是我一家之言哈啊，就是后面一个隐忧是什么呢？中国这种道德的这个滑坡，道德滑坡。伦理的啊，这样一个这个沦丧啊，这些东西是相当的可怕的啊。当然，政府也意识到这些东西啊。你在这个在国内，你走到这个街上面啊，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这个是价值观念还是什么啊？八荣八耻什么的对，等等这些的啊，他也在宣传这些啊，构建和谐社会。这当然是前一哎，任对了，对对这就表明什么？就表明社会当中相当多的这个不和谐。表明这种道德伦理的滑坡，前些年出一个词叫做这个道德底线嘛，以前不太用这个词道德底线，现在常讲道德底线，道德底线表明什么？就没有道德底线了，你没有道德底线了。你看这个前一段这个幼儿园啊，一些什么视频出来，这种哎这个这呀，真是个啊，看得太可怕。你像这些父母，这都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呀，是不是心头肉啊？这些事情能够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只是我们向政府进言嘛，这样说，不要去打压基督教，不要去限制啊。实际上，我们不是跟政府去作对，基督教信仰呢，
最根本上来说，是带给中国极大的祝福，是能够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爱啊，我们都回归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人都谦卑我们的自己，与神和好，才能够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真正的和好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是可能还是以前的旧的思维啊，旧的思维。我记得我去教会那时候大学的时候，90年代跟我太太，当时我的女朋友，我们从骑车从西郊海淀骑车到这个西四啊，就西什库，北京有个天主教堂，很有名的天主教堂我去啊，过，去参加他那个平安夜。我们说那时候就水泄不通，就在他那个栅栏门外院子你都进不去，不要说进教我堂们也是平安夜去的那啊，天，九这十还是年九代，十年代，你想想这个都多少年了啊，对，根本到二十进多不年以去前。了都，那我们在门外都进不去，就靠着门那个地方。对对对，那我当时印象，我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然后我那个自行车，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嘛，因为人很多，然后一不小心前面有一个警察在指挥交通，我没看到，差点撞了他，但我赶快就刹车停下来了。那警察一看到我差点撞了，他就很生气，就指着这个院子里面，他就说：“啊，你们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就指那里面，他什么意思？就意思就是说这是搞什么这个西方宗教啊、迷信啊等等这些啊，他就是这样一种的这个啊这种态度。那今天好像我们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呢，这方面没有太多的改变，我觉得啊，这是有点遗憾的。哎呀，我们说叫这个叫与时俱进，什么也好了，应该能够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啊，接纳的这样一个眼光和态度。其实我是觉得，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个人观点哈，我觉得其实很大程度它是一种竞争关系，就刚才您说的信仰基督教呢，对我们民族、对我们国家，当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根本上是对个人，那么都有好处，是。但是呢，对统治者未必有好处，是吧？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看我们在过去的300年来，是从这个洛克的政府论，咱不用去讲远了，对吧？到现在，美国还在做的一件事是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权力问题。那么就是说我怎么样？其实对人类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公权力。怎么样控制、限制公权力是最关键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让你能够，为什么？就是说耶稣怎么说的？说凡有劳苦重担者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说我们让，如果大家都去信耶稣了，那么这种情况没有人去造神，没有人去信人间有什么神，那么这种情况文革就不会发生，对吧？你对你无论你是当前的你的单位领导，还是你的最高领导，没有人会无底线去吹牛、溜须拍马，会对你做无底线的事情。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权威，你就是一个罪人。就像犹太人啊，公元前800年。1000年，像大卫这样的，那直接有先知过去谴责你，能到这种程度，这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靠上帝，我们就不受人的权柄的辖制，那这对他们这种统治来说，那是直接的威胁。所以我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从理性的根本来讲，他们就不可能会允许这种基督教信仰在你人们心目中顺利的传播的。这是我个人。但这个是确实比较遗憾，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确实看到，包括这个浙江啊，拆十字啊，架拆十啊，字架温州拆十字架等等我啊，听说是1200间教会的十字架被生生给扒下来了，是的，是的，仅温州一个城市，是而且是。呢，就是说，教牧人员抓了很多，还有被打伤的，打成重伤都有，是，我们包括被他杭们州搞成一堂的这个顾耶瑟牧师嘛。哦，对，全中国最大的教堂啊，顾牧师讲对。的几句公道话也是这个以借故把它这个打压下来，对的，这些对的，事情是。实际上我觉得是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智慧，也是没有智慧，这个对中整个的一个整体的形象对外但如果你不 care 你不在意这些呢，那是另说。好，冯博士，那么我们就是刚才他回，我们再回来哈，聊一聊关于美国这边。我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这种川普总统当选带来的传统回归，像我们能够随。我们能够是开开心心的讲圣诞快乐，这个对美国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短期啊，这个川普呢，他是很公开的啊，这个很勇敢的，就讲到啊，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讲到这个对神的敬畏啊，等等这些啊，到教会，包括甚至到以色列，他是第一个总统到哭墙去祷告的，啊，对。第一届总统第一个到哭墙去祷告的。我想这些呢，肯定是有一个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政治是瞬息万变的，啊，瞬息万变，而且整体上来说，这个国家，至少目前来看，在走下坡路啊。如果要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回归的话呢，以后啊，这个再新上来的这个领导人，他还也可以很容易的就再改回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好，是作为基督徒。冯博士，我那什么，我想您说这句话呢，我想强调一下啊，其实这就扣我们题目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一个总统上来，让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毫无恐惧的说圣诞快乐，但这只是一句表面的话。而真正我们要想带来美国真正的复兴回，还是说信仰回归，也就是说，我们把耶稣要请回圣诞节，是这个意思吧？是把耶稣请回圣诞节啊，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啊。那其实呢，我这个开车路上，我们有一个教堂，它每年都摆这个横幅啊。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个挑战啊。我觉得不单是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Keep Christ in Christians 啊，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对，哎，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是做盐做光。啊，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样式，基督的见证啊，把这个福音不单传出来，活出来。这样的话呢，影响更多的人。就刚才您讲的一句很重要，就是不单是社会、国家啊，整个包括政治生活的层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我们这个 individual 啊，一个一个的回到主的面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回到神的面前，被复兴啊，被神来重建，那这个国家，我相信一定能够再次伟大。冯牧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就简单做主题，总结吧啊。今天呢，我们主要谈的是这个，就是圣诞节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这个当选让我们今年跟以往年不同，就是说我们把圣诞节可以说川普总统把圣诞节带回到了美国。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也好，作为哪怕是美国我们所有的美国的公民，我们应该把请耶稣回到圣诞节。因为如果一个圣诞节我们只是圣诞老人，我们只是有圣诞礼物，却没有耶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节日，对吧？你有耶稣，我有王母娘娘，对不对？我有灶王爷，我有弥勒佛，我有关公，我甚至还有济公，对不对？那么他与这个我们普通的节日有什么区别？那就跟过年包饺子一样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节日我们中国人过了2000年了，但是能够带来今天的民主、宪政、科学技术，能够让这个美国曾经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只有耶稣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意义在于让圣诞节回到美国，请耶稣回到圣诞节。好，明镜电视，西方观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看，也非常感谢冯牧师今天的参与。好，谢谢冯牧师，谢好，谢谢大谢家，谢张医生，谢谢大好，家。我们下周再见。